人家陈淑仪他那个好像链条根本就没在走啊。陈淑仪那个早就绕链了，陈淑仪在空踩你都不知道。妈的，你真的是装小维。你骑上来一点吧，骑上来一点。你不觉得踩起来很松吗？你不觉得踩起来很松吗？陈淑宇，踩起来空空的。啊？下来了，陈淑宇下来。这个螺丝就卡在那里，手罩手罩手罩，你说好倒转啊，你是手罩，我跟你说你说好倒转啊，做那电脑手机。啊，无徛着啊！
钓到大鱼。哎呀，等下哦。无，你唔免对鱼叉，你先管只对鱼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我爱甲诱出来啦，无诱出来。伊就搁走去螺丝坑里边啊。等下，我甲你讲，好啦，好，手走。应该是对变电器啊，他都起。就对了啦，又没怎样。走啦。那个是因为比较松啊。Thank you.
车开得快，小心一点。哇，大石门水库嘞！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啊！走过水坝，这边没有路啊？这边有路吗？这边好像没路啊。对啊，这边没路啊。啊，姐姐在你旁边啊。在这里笑，你在笑什么？链条掉下来都不知道。你踩起来空空的，没有觉得很奇怪吗？这边是水库啊，你看那个水都掉下来了，中间都一条很深的土，你看中间那个都是土，那个原本水是涨上来的，涨到那个有树的地方，就水一直往下掉的时候，那个就露出一截白白的，一截那个黄黄的，就那里啊，这样一条啊，你看这样子，有没有那个树下面光秃秃的啊？没有树啊，这样一排啊都没有树啊。哇，这边车怎么这么多？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往上骑好了，往上骑吧，往上骑吧，看看骑多远算多远，往上骑吧，靠边一点。
我看上去可能不妙哎、欸。文倩，不要上去好了。要骑到下面吗？码头那边要吗？啊？这边没有路啊。这里啊，这里看不到。怎么到了？没路，这边没路。可能是你要绕链哦。啊。你转的时候你不能往后退啊，让爸爸一直帮你用，你要骑的时候往前的时候你才可以那个动轮子，你这样子哦，有吗？有绕链绕链的啊，我觉得有时候就听到他可能那个车车都噼里啪啦一直转转好几下，我说你转一下踩几圈，转一下踩几圈，慢慢弄。你在踩的时候才能动这个，懂吗？那动了之后不要往回踩，不要这样往回踩，好不好？你按了，你确定你要踩踩，听到它变过去了之后，知道吗？你要往后踩的时候都不能按这个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按这个，你就要一直往前踩，懂不懂？它才会变过去。如果你不往前踩，它不会变过去，它就绕链。然后你不要一次按好几下，你就。对，不要再按好几下，踩几圈，再按一下，再踩几圈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下坡没关系，反正一次就是变一个踩几圈，变一个踩几圈。好了，走了。变好几圈。我们去下去码头，然后逗留。我想下去就往这边转。这边没办法下去吧？这边可以吗？这边停车场，我这边没办法下去吧？这是停车场啦，码头要往回走了。往回走，往那个往那个，然后那个 U turn， 不要再往回啦，往前踩啊。如果你按了，你就一定要往前踩，不能往回踩。跟我走，这边哦，这边哦，这边这边，哎，要刹住哦，不然冲到水里面去了。我说不要骑太快，不然冲到水里面去了。
刹车刹不住。你们要下来吗？还是看一看就好？要下来吗？臭臭的哦，臭臭的哦，就是船的那个噗噗噗那个汽油味道啊、哦。没什么啊，味道没有很好。嗯，好了，我骑上去了。我看只能用特大的。这边有脚踏车道了，会吧，因为假日他应该会到天黑吧。会啊。都黑了，都要收了。他这种。我说我不是吃很多面吗？原路骑回去吧，就骑去路口吧。走、啊。对啊，原路回去。这么短啊？一下就到半停了，以前不是用走的吗？对啊。你给车牵过。还有吗？没有。走、啊。
手脏脏的。嗯。挂在妈妈后面，那我就可以少拖一个，我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你就自己骑一台啊，挂好好，可以吗？单条可能才就会骑比较长，对啊。老婆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在那个什么东市东风历练好几次了，就觉得这种是小 case。变速调一下，那陈淑仪那时候绕练。可是又有绕链，上车的变多了，多啊。可是还有一个原因，它淤积啊，它那个淤积那个其实那个底越来越浅，越来越浅，那所以它虽然积满了，请礼让脚踏车，等一下，你看旁边写请礼让脚踏车，这里写啊，请礼让脚踏车。就是看到脚踏车要先让啊，车子不要跟脚踏车抢啊。哦，上坡哦。